啊，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主要问题，哎，你说我要解决我最主要的问题。我要解决我最主要的问题。哎，我看到一个人呐，这个脚啊，一点一点的跳啊，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地上有一个小的那个小的一个瓦片，也不是那个砖头嘛，是个瓦片。瓦片呢，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不是游戏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人呐、啊，就是那个就这样的，那这样的做这个动作，哎，在做这个动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如果长期做这个动作，长期做这个动作的这个腰啊，这个地方有问题，还有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是说腰和这个地方有问题，我们看一下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好像一个。你的爷爷啊，是你的爷爷辈的一个人呐、啊。小时候喜欢这样啊，小时候喜欢干这样，哎，喜欢这样，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在玩的是一个瓦片，就是从这样做游戏啊，哎，一直在做这样，一直做这样，一直做这样。现在你那个钱不就在你身上，一直做这个动作呀、啊，一直在做这个动作呀、啊。一直做这个动作的，你看这个动作做了以后，这个腰这边就怪怪的，像那个往这边顶了。那就这个动作做的时候，那个悬空啊，他也不断在做这个动作，不断在做这个动作。腰我估计你感觉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腿的这个。如果你现在没感觉到，如果不处理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地方也会出现问题了。哎，他一直在做这个动作，一直一个在做这个动作。这是你那个爷爷小时候和小朋友玩的时候，他总是输掉，总是输掉，总是输掉，总是输掉。他玩这个就游戏嘛，游戏小朋友之间互相比赛啊，互相在比赛的时候，总是有输有赢的嘛。但有的人的那个体力不好或者什么原因，总是输，总是输，总是输啊！哎，你那个爷爷就是玩这个事情的总是输，玩这个事情的时候总是输。玩这个事情的总是输，他输的是现在那个从一次都没赢过，小时候一次都没赢过啊。现在拿了一块那个他小，但没有那么厚啊，我找不到薄的，拿了一个以后啊，就挡在那个眼睛的，就是左眼睛这边就挡了一块，就这个瓦片了、啊，挡在这里。我现在我不知道你家里谁眼睛不太好，你不知道是吧？你不知道哦。他拿来这个就捂在眼睛了，捂在眼睛了，但不是一直捂，有时候捂，有时候不捂，有时候捂，有时候不捂。一旦捂的时候，就那个力气感没了，力气感没了，力气感没的时候呢，他开车的时候，自己当意识没意识到，坐车的人都感觉到，开车的时候有点飘飘忽忽的感觉，有点飘飘忽忽的感觉啊，有点飘飘忽忽的感觉啊。他有时候会把眼睛盖一下子，盖的总是主眼，总是主眼。但是一盖以后呢，就那力气感没了，力气感没了以后呢，就开车的时候，坐车的人感觉有点晃，或者你那些开车有点压线的感觉，一定要两个眼睛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啊。我说的事情呢，有的事情呢已经发生了，有的事情才开始没有，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啊。但是呢，他这个一直在这样啊，一直在做这个动作。一直做这个动作，一直在做这个动作，一跳的时候，这个有点悬空的感觉呢。你这个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啊，是在这边，而不是在这边，是在这边，这个应该知道了吧？这边，我告诉你以后呢，就告诉你以后，我就看到了，就是你的爷爷的灵魂在你身上。他觉得一种很挫败感，一种挫败感，一种挫败感在哪里？就小时候同人家玩的时候，同人家比的时候，总是比不过人家，总是比不过人家。然后这个时候，现在你的爷爷不但是找到你，而且找到了那个你女儿，他总是有感觉一种挫败感。我现在我不知道你女儿有没有一种挫败感。
有一种那个说不清楚的一种挫败感，说不清楚的挫败感。哎，不是你有没有想起？你能意识到这个吧？哎，你现在你可以讲一下你女儿的事情。嗯，好像不是太自信。啊，不对，不是自信的，不是自信，这是来自于你那个爷爷的，因为他那个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总是输掉呀，总是输掉呀。而这个不自信是你女儿身上的不自信是来自你爷爷。而你呢，你的主要问题是这个动作，所以他跑到两个人身上。你身上是这个动作，你女儿身上是那个不自信的那个事情，不自信的那个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就是要同你那个爷爷沟通，怎么沟通？那个怎么沟通？不是我猜的啊，不是我猜的，我就像看电影一样，慢慢看下去，慢慢看下去。哎，你现在对你爷爷说，啊，爷爷，我知道你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总是输掉。哎，你说这句话。你说爷爷？爷爷啊，我知道你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经常输掉。哎，不是经常说总是。总是。哎，因为他是对总是输掉。哎，你说爷爷，我知道你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总是输掉。啊，我知道你玩游戏的时候总是输掉。哎。嗯。哎，然后你继续说，爷爷，我知道你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总是输掉。爷爷，我知道你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总是输掉。哎，然后你说，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但是我知道您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哎，为什么说不服输的人？他现在就自己，人早就去世了，他灵魂还在训练这个呀，一直在训练这个呢，一直在训练这个，他停不下来呀，停不下来的话，就借你的身体一直在练，那不就把你的腰给搞坏了呀，把你的腰给搞坏了呀。然后随着时间再推的话，就会把你这个腿会搞坏啊。哎，这边上没有，这个腿没问题，这边腰也没问题，问题在这边呢。那，你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不服输的人。爷爷，我知道您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哎，然后你对他说，你输掉，并不是你不如人家。你输掉并不是不如别人，不如人家。哎，因为你是年龄比人家小。因为你的年龄比人家小。哎，因为你的年龄比人家小。因为你的年龄比人家小。哎，为了告诉你他的年龄比人家小，就是你女儿，哎，也是，我不知道什么，他那个你女儿要么从人家玩的时候，好像他的年龄比人家小，总是跑到那个年龄高的人家那边去，你是吧？嗯，他喜欢跟大孩子玩。对呀，他喜欢同大孩子玩，原因是你爷爷的意念给他了，嗯，是你爷爷的意念给他了。但是你同那个大小孩去玩的时候，因为毕竟他的人家小孩都建设了几年嘛，嗯，所有的各方面认知之类的比你女儿强，一强以后呢，你女儿就是感觉一种挫败感，嗯，一种挫败感，嗯，说不清的挫败感，越是挫败感越是要同年龄大的去玩，嗯，哎，这个恶性循环呢，越是同他们玩越是挫败感，是没完没了，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在里边。哎，你现在把本质原因告诉他，哎，你告诉你爷爷，嗯，你对他说，不是你能力差，爷爷不是你的能力差，而是你同比你年龄大很多的人在一起玩，因为你在和许多比你大很多年龄的人一起玩。哎，对，因为你同比你大很多年龄的人一起玩，因为你同比你大很多年龄的人一起玩。假如你同同龄人去比较的话，你绝对不会输。如果你和同龄人比较的话，你绝对不会输，一定会赢的。哎，对，他听到这句话，他意识到了。哎，你对他说，你实际上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练习。你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练习。哎，你没有必要辛苦的去练习。你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去练习。哎，你随着年龄的增大，你自然而然会赢过你的同龄人。随着您的年龄的增大，你自然而然会赢过许多人。哎，同龄人。同龄人。哎，你会赢过你的同龄人。你会赢过你的同龄人的。因为你现在竞争对手都是比你年龄大的人。因为你现在的竞争对手都是比你年龄大的孩子。哎，所以你总是输。所以你总是输。哎，这个输啊，并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书和你没有关系。哎，并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哎，是年龄差的问题。是年龄差的问题。哎，你讲一个，因为他原来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嘛。嗯。你同他一讲以后，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不训练了。因为你告诉他们，只要年龄增大，自然而然会超过人家嘛。嗯。不然的话，他没完没了见你的身体才这样，没完没了这样的话，你就慢慢把腰给搞坏了，然后再把这个腿也搞坏了。哎，后来他这么一听以后，他知道了，知道以后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你对他说，你可以做些其他活动。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哎，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活动。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哎，没有必要总是用这个腿在。工作没有必要总是用一条腿在工作。哎，没有必要总用一条腿在工作。没有必要总是用一条腿在工作。哎，他听到了你的建议以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就慢慢从你边上就离开了呀，从你边上就离开了呀。他种菜去了，种菜去了。嗯。他感觉种菜也很有趣，我老是那个用一条腿在那边搞的话，又觉得好无趣。原来他没意识到很无趣。他觉得输掉了一个不服输，就基本上每天24小时在你身上训练，24小时在训练，你意识不到吗？但你把那个腰就给扭的搞回来呀。哎，你说种菜也是很有趣的，种菜也是很有趣的。哎，种菜也是很有趣的。嗯，种菜也是很有趣的。哎，说种菜很有趣的时刻，实际上什么？两条腿放下来了，种菜的总是两条腿放下来嘛。是。两条腿放下来以后，然后你那个右边那个就慢慢就。站平稳了呀，站平稳了以后，他就不再继续在你身上附在你身上不断的在搞你这个，要你这个活动的时候，你那个药就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放松下来以后，稍微隔一阵子以后，他这里就那个痛啊，那个酸痛之类的就消失掉了，而且你一个刚才我看的过程呢，你虽然没意识到一个损伤点在这个在内侧，外侧没事，内侧。哎，对，假如说你没处理的呢，大概过了几年以后就慢慢这边也有问题了。那实际上就那个爷爷的事啊。我们再看他，你夸他，哎，你说你种的菜多好啊！你种的菜多好啊！哎，之前就同他沟通了，你种的菜多好啊！你种的菜多好啊！哎，但是他老是种菜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英俊已经去世的人了，嗯，年去世的人让他离开，嗯，但是让他满足的离开，而不是带着遗憾，嗯。离开，你带他说，哎呀，你种的菜好好啊！你种的菜非常好啊！哎，你说我们吃都吃不完，我们吃都吃不完。哎，我吃都吃不完，吃都吃不完。哎，然后你听听爷爷说，哎呀，爷爷，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呢。爷爷，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哎，美国的菜太便宜了。美国的菜非常便宜。哎，既便宜，又新鲜。又新鲜。哎，而且呢，你告诉我们加州这里缺水。啊？加州就。我们加州确实有。哎，我们缺水。哦，缺水，我们加州缺水。哎，你也不用种了。你也不用种了。哎，你也不用种了。嗯，你也不用种菜。哎，对，你在这边种菜的话，还不够水费呢。你在这边种菜还不够水费呢。哎，他明白了，沟通好了，他灵魂在，他沟通。哎，听说那个辛辛苦苦种的还不如那个水费不够水费的话，对，他就走了。还有肥料的费用。哎，对呀、啊，还有人工什么算起来都是亏本了。对。哎，你告诉他是亏本了。对。哎，是亏本的。他就走了。嗯。哎，走了，他就走了。哎，他就走了，从你身上离开了。嗯。原来一直在你身上，就离开了。他去哪儿了？哎，他去哪儿你不用管，只要离开你身体就可以了。啊，我们的目的就是，分离开，各归各的。嗯。然后他走了。哎，走了。你然后你看到他的背影了，你跟他说你走好啊，爷爷走好。哎哎，你说爷爷走好啊，爷爷走好。哎，你说我会带好我女儿的，我会带好您的孙女儿的。哎，对，您的祖孙女儿。哎，对，嗯，你就说带好我的女儿，我会带好我的女儿。哎，我会带好我的女儿的。嗯，哎，然后你告诉他，我的女儿同你差不多，她也喜欢同。年龄比他大的人一起玩，我的女儿跟您差不多，也非常喜欢比她年龄大的孩子一起玩。哎，这个时候你走远，他回过头来叫你一句话，你千万不要同那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人一起玩。嗯，他告诉你，嗯，哎，千万不要同那个年龄大很多的一起玩。好的，我记住了。哎，他就告诉你，
年龄大的人呢，见多识广，所以你在他面前的时候感觉孤陋寡闻，总是一种挫败感，总是一种挫败感。他说我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在那边。哎，你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哎，然后你对你女儿说，你对你女儿说，哎，女儿，以后你玩的时候，你同你年龄差不多的人去玩。女儿，你将来玩的时候要跟你们年龄差不多的人一起玩。哎，也可以比你年龄小一点的人一起玩。也可以比你年龄小一点的一起玩。哎，千万不要年龄比你大很多的人一起玩。千万不要和年龄大很多的一起玩。哎，年龄大很多的人感觉你很幼稚啊，所以他们也没耐心陪你。年龄大的孩子们都觉得你非常幼稚，没有时间陪你。哎，然后你只感觉被人家冷落了。感觉到别人把你冷落了。哎，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感觉有种挫败感在那边。时间长了有挫败感。哎，那说完以后你要接受到这个信息了，而且爷爷那边也接受到这个信息了。哎，感觉你交代完了，交代完了以后他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哎，他离开了，离开了就不会跟着你了。爷爷走好。哎，走好了，他走了啊。那个女儿呢也接到这个信息，哦，原来应该同那个年龄差不多的或者年龄小一点的，不要，千万不要年龄大的人买。同年龄大的人买的是爷爷这个带来的信息，他原来也不知道，没意识到。所以刚才你同他沟通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他意识到了，你就倒过来再告诉你，再告诉你的那个下一代。这样的话今天就把你的腰的问题和女儿的那挫败感的问题了解了。而这个原因是来自爷爷那边，小时候就玩那个的时候，从那个年龄大的人一起玩，引起的。然后这个掉了，我们再看看，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跟进来啊。如果有东西跟进来最好，可以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跟进来，就这个问题就了了，就了了。哎，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海岛啊，看到一个海岛，心里怎么想的？哎呀，我住到海岛上该多好啊！我住到海岛上去多好啊！总是想着，心里想着要住到海岛上去。哎，我这个想法不知谁的啊，我反正我看到什么说什么啊，总是想住到海岛上去，总是一个就是说不满足于现实，现实生活实际上已经挺好了，但总讲觉得要到一个也有可能比较难实现的一个目标作为自己的梦想，这样的话就是有时候有的人活得比较累啊，实际上很满足很好的了，但总觉得那个还没有满足，总结这个没有满足。哎，总结这个没有满足。哎，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哎，也不知道，好像是一个小说什么之类的，那个，近期不知道是你家的近亲还是远亲的，是你家一个小叔叔，他总是一个梦想，要住到海岛上去。但也可能是前世带来的啊，就不管他，我在看到什么告诉你，你当沟通和这离开就行了啊。他总觉得应该住到小岛上去，总是要想住到小岛上去，有一天呢，人发昏了头就下了水，像游过去啊，游过去的时候游体力不支的时候就沉下去淹死了，淹死了以后现在借你的身体啊，一直在游啊，特别是夜里做梦的时候，好像一直在游啊，好像那个没完没了像在游啊。然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像人家说睡了一夜一个人放松了，睡了一夜起来感觉好累的感觉。哎，这个好累的感觉什么？他夜里的时候那个人呢就借你的那个身体在游泳啊，实际上你整夜在游泳啊。那你对他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梦。哎，这个梦是梦想啊，不是做梦啊。但你说梦就行了。你有个梦。想住到这个远处的海岛上去。哎，你说这个想法很好。哎，但是你要应该备个小船。哎，对，你撑着小船过去。而不是游过去。哎，你说，海里边还有鲨鱼呢。万一你体力不支或者遇到鲨鱼的时候你就没命了。哎，他想对，这就对的呀。是
对，这就对了。住在小床上的时候，他不用一天到一直在划量，一直在划量。然后你说我送个小船给你，我送个小船给你，我送一个小船给你。哎，实际上他不是喜欢游啊，而是那时候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买个小船的，没这个经济能力买个船。你说我送个小船给你，我送个小船给你。哎，师傅送个小船给他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的。哎，你说你现在可以上船了，你现在可以上船了。哎，送完上船以后，他从你后背上下来了，他实际上这里就把你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叫船，他不是船，是那个叫救生，相当救生衣啊。哦，哎，把你身体的当救生衣，就相当于谁啊，这样就是一直附在你身上，这样，哎，这样附在你身上。所以呢，你那个夜里睡觉的时候，虽然你是仰天睡的，但是它作用下来是这样的，可能呼吸也不太好，哎，总是压榨的感觉，是吧，压榨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现在借你的身体在游泳，所以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是说经过一夜睡觉的时候人身体放松了，而是越来越累，越来越总是累。然后他说，你说叫他上船的时候，给他一个船的一个，他从你身上下来走了以后，就慢慢，哎，你知道的，那个岛在那边，哎，你以后就住在岛上就行了。你以后就住在岛上就好了。哎，说住在岛上就好了，意思是你不要找我了啊，因为他一接到你这个意念以后，他就住在这个岛上，就不会找你了啊。然后呢，他说他已经离开了啊，离开了以后呢，今天你回去以后呢，你拿张纸，画一个船，简单几笔就行了，画一个船，然后呢，你一张纸就烧给他，在阳台上也行，在家里也行，在户外也行，随便哪里烧给他，他收到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找你了，再不会找你了。就画一条吗？还是画两条？船，画一个就可以了。画一个。哎，对。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线条就行了啊。小船，对。哎，对，你如果实在不会画，你到网上去找一个船，对。哎，对，小船就最简单的了。简单的。哎，上颜色吗？不要上颜色，简单的，只有个意念给他一个，就让他离开就行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又看那个老鹰在天上飞，但那老鹰在飞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下面是海啊，那个老鹰呢，一个老鹰在那边看到海啊，然后我听到那个海浪声了，好，海浪声在那个，这个是左边右边，在右耳朵那边总是听到海浪声，那听到海浪声了，但是你是意识不到的，只是有夜里边睡不好，夜里边睡不好，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住在海边，比离海比较近的呢，还是比较远的，反正那个临界看来就是总是有那个老鹰在上面飞，下面有海水的晃晃的这样的声音呢，晃，哦，那个声音还是那个人的，还是那个刚才那个小船上那个人呢，所以他呢想到这个梦想，要住到海岛上去的时候，就想象到，哎呀，有老鹰，有那个海水的声音，总是有这样的想法，总是这样想法就引来的，他的意念引来的，因为他附在你身上嘛，把引来的东西一直带给你了。所以呢，应该你要么有轻微的耳鸣是在这边，要么有睡眠，睡眠也是那个海浪声引起的。睡眠，对，睡眠就是那个人引起的。然后呢，你告他不要回来，住在海岛上去了，满足了他的愿望以后，他就不回来了，在这边不回来了，不回来了以后，然后他离开你了嘛？离开你了以后，你那个睡眠和那个海浪的声音就没有了，海浪的声音是意识不到，但是表现上的症状就是一个睡眠的症状。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以后，他再也不找你了，这两个都不找你了啊！再不要找你的时候，你好像那个人轻松了，人一下子轻松的感觉，好像那个就像那个穿着运动鞋、运动裤的，好像是人。拔高的感觉，因为原来一个人借你的身体在这样的，那这样的身体就是有点斜了。另外一个是人当年那个救生衣啊，那放的一个，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人不会那么挺拔嘛。现在这两个离开以后，你就人会越来越挺拔，后面越来越轻松了。
现在眼前干净了，就没看到什么东西了，什么都没了。哎，现在我就今天的最主要的问题当中没了，看看走了，英姐。嗯。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吧？从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些有点关系的，或者你意识到的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把他们请走了不就挺好的？哎，对，尤其是像就是其他的东西也都没有了。哎，没有了，干干净净。对，今天一个意外收获呢，是帮你女儿一个不自信的问题解决了。嗯。啊，后面都慢慢的，哎，对，那个不自信的症状就消失掉了。嗯。啊，这个是来自于刚才那个人。嗯。啊。嗯。好，那就这样了啊。嗯，那就我然后把这个关了啊。嗯。